最后入闸勇闯者，全部马不准备妥当。第五场赛事三班千二米嘅短途草地赛，大热系九，准备随时起步啊！黄旗已经举起咗啦，加州领域啊，只马喺闸入边啊，撞嚟撞去，但系黄旗举起噶，轮到大合适啦。集集晒黄旗举起，好，第一开集大当家勇闯者都慢啊，前面快噶嘛，中间大合适啦，咁啊响入边咧仲有呢只腾龙超影啦，内栏心中有你，出边橙衫以战养战，最出闪耀荣光啊，中间紫色衫浅蓝帽咧，仲有只英姿星响前面嗰阵噶啦，外边咧红衫黄帽，仲有会长之星啦，后多少个马匹啦，内栏位置第八、第九、第十位度啦，仲有骏飞扬啦，再入边有加州领域啊、高明进将啊、电子大师啊，后啲嘅马运来复星啦，尾二大当家包尾嗰只勇闯者嚟噶，好啦，咁啊转翻入直路。咁滯啦，前面大合志放嚟咗兩三個馬位入嚟啊，跟住第二位閃耀榮光啊，以戰養戰第三、第四位會長之星，第五位咧埋欄嗰只咧粉紅帽心中有你啊，出邊淺藍帽紫色衫英之星啊，再後多少先見到咧就加州領域啊，埋邊咧白鼻梁追啲仲有俊飛揚嗰啲馬，好啦，最後二百零米大合志拋嚟咗個零身位啊，閃耀榮光一路抽佢出嚟中間，再見到中檔位置以戰養戰啊，外邊上啲仲有英之星嗰啲馬，最後一百米到大合志仲係佔先。外面英之星就一路上跟嚟，中档位置仲有以战养战，接近终点，英之星外面冚上嚟就赢出呢场赛事，大合自跑第二，以战养战第三，第四名闪耀荣光保唔保得住呢？因为成扎马一齐冲上嚟，一个第四名就都要影相嘅，结果呢只英之星咁都系识得赢过马嘅马嚟噶，咁啊响三班，大合自放头第二，以战养战第三。闪耀荣光同埋呢只腾龙超影啊，好接近嘅个第四名。咁啊，九号英之星苏兆辉咁啊，2.4倍胜出啦。跑第二名咧，四号大合市李敬国，第三名二号以战养战史卓峰，第四名近拉神对马，结果咧闪耀荣光咁啊都到先，系嘛攞翻第四嘅。唔係得大合市一直喺前面放啦，平淡呢場啊，咁啊即係走好似走後邊嗰啲啊，即係。正常的预计派彩跑第一名九号英之星独赢24.5，位置派13元；跑第二名四号嘅大合市啦，位置派36元；跑第三名二号以战养战嘅位置29元；跑第四名就系十号嘅闪耀荣光，连赢四搭九派188.5。三重彩九号、四号、二号顺序派3665元，单 T 就派599元。位置 Q 四搭九派74.5，二搭九派62元，二搭四派215元。赛事完成时间1分09秒72。睇张相啊，第四名闪耀荣光都啱啱到啊，哇，成扎骏飞扬啊、勇闯者啊、腾龙超影啊，一路高明进将，冇得追嘅呢一场啊，冇步速唔算好快啊。三拣一预计派彩胜出组合 A 一隔夜热门派19.5。啱啱影到啊，姚冠辉胜利啊，赢得咁轻松。都真係勁啊！
得佢一隻改變位置最多嘅啫。臨尾飛數都好勁喎，呢只馬嗰只心中有你啡格，佢都仲再攞一陣嚟到24.5啊，信心十足。我之前揀嘅時候就諗住啊，有隻二戰養戰啊，莫雷拉可以扯咁啲飛啊，24.5。咁啊，結果李敬國冇跑，跑咗只大合時都有第二喎。究竟係換人，所以變咗蘇兆輝啊，定係即係李敬國揀騎呢？因為李敬國上次回嚟就話只馬咧動作就頭段好立啊嘛，即係李敬國揀大合市而唔愛英之星，你意思係？我唔知道啊，不過都跑得好嘅佢只大合市，自己喺前面做翻自己嘅嘢，冇馬燒佢啦。姚本輝28圈啦，咪一間就只高大威猛啦，熱門三個月就28圈。犀利！四年環預計派彩2号、4号、9号、10号派1035元。四重彩預計派彩啊，9号、4号、2号、10号順序派20812元。蘇兆輝咁啊，贏翻馬。喂，雙輝啊！好，即刻睇下佢點贏六檔英之星，好快都壓到個好位嘅，因為今日個排檔咧遠比上一次好嘅。咁起步咧，其實鬆咗個兩步咧，已經守住個五六位中檔啦。咁大合市咧都係速度夠嘅，咁但係翻到嚟都仲埋得到尾，都算佢叻。咁出邊位置就係嗰啲二戰養戰同埋閃耀榮光，其實兩隻馬都守咗好靚嘅位嘅。咁但係翻到嚟咧就唔強咯，兩隻馬都係分裂三四位。咁內欄位置落飛好多，心中有你，中間位置就英之星啦，一路走三搭就會長之星嘅。咁馬冧中間見到就進飛揚貼咗欄啦，中間就騰龍超影，出邊黃衫紅帽咧就加州領域，後邊就成堆馬啦，電子大師啦，高明進將大當家勇闖者，同埋嗰只雲來福星。哇！大合市始終都係早段比較行嘅馬啦，一放難收啊！咁啊兩段時間都唔慢噶，咁啊以今日受天氣影響場嚟講，快咗三線幾咧都屬於偏快步速嘅賽事噶。咁啊翻到嚟都係最後嗰幾十先俾人過啦，其實都真係好大進步啦。因為步速夠快啦，後邊嗰堆咧終點前咧都有一紮馬湧上嚟噶。咁啊分別喺入邊捲緊嘅進飛揚啦。中間又有騰龍超英啊，外邊高明進將啦，咁啊都做得唔錯嘅。今日二戰養戰啊，用咗稍為主動啲嘅跑法啦。第五場覆榜完畢，位置 Q 派彩4搭9派74.5，2搭9派62元，2搭4派215元。三格一派彩胜出组合 A 一格夜热门派19.5。四连环2号、4号、9号、10号派1035元。四重彩9号、4号、2号、10号顺序派20812元。孖宝头关一号美关九号派297元，头关一号美关四号派239.5。分段时间头段23.73，第二段22.25，末段时间23.74，赛事完成时间1分09.72。